他终于让你摆脱我，送我回坟墓里。ECT 就像电影，救不了了就天气。他成功让我远离你，回忆走得彻底。曾有些你想留下来，却都由不得你。Tempo 变得更标准，旋律变得感情，也不必害怕后遗症，总有一天会停。你儿子已经消失了，一生可以肯定。尽管回忆远走，还是余震残留。你说哪个更好？痊愈还是寂寞？